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卢小华，副主任医师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。甲状腺素哪里来的？还记得甲状腺那只小蝴蝶吗？它是由一个个叫滤泡的小胖球构成的。如果说甲状腺是甲状腺素的生产厂家，那滤泡就是生产车间。甲状腺素主要是由碘和甲状腺球蛋白合成的。碘加碘盐的碘是一种微量元素，大量存在于海带、紫菜等海产品中。甲状腺球蛋白是由滤泡合成的一种蛋白质，深读君把原料运进滤泡，轰隆隆，甲状腺素就生产出来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